在这个子女的教育的过程当中，我们经常会见到很多无意识的情形是，父母有的时候是用这个过分溺爱的方式去希望孩子来成长，但内心他可能是对孩子有各种各样的要求和想法，对孩子的独立成长感到焦虑。在孩子的教育上面也有很多典型的反向形成的例子，比如经常有人会说我要培养孩子的独立人格，但是独立人格从来都不是培养出来的，是怎么样出来的呢？是他自然生长的。一般情况下，只要是我们不干预孩子的成长，在老天的安排之下，或者在自然规律的运作之下，孩子的人格会自然而然地变得很独立。但是如果我们人为的去做一些貌似可以让孩子更加有独立人格的事情的话，可能会干扰这样的自然进程，让孩子越来越变得不独立。对，所以现在看到很多的父母口口声声说我要让孩子健康成长，但实际上他把责任交给这个各种各样的教育的机构啊，交给老师啊，交给其他人，他可能认为我只要尽到我的力，就是我创造机会能让他们参加这样的班就行了。这可能是他们在内心有很多反向形成的部分。还有一个典型的反向形成的例子，就是有好多父母亲为了显得对孩子没有太多的控制，他们会说我对孩子就是只有一个要求，就是让他快乐。我们仔细体会一下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孩子的快乐应该是他本身的事情，但是这个变成了父母的要求。如果我们被要求快乐，会使快乐变得非常的糟糕。比如一个男人结婚的那天晚上进洞房，他爸爸妈妈说我们对你没有任何要求，只要你今天晚上快乐就可以。我们可以体会一下这个男人的快乐会打多少折扣。同样的，在当然这是非常极端的例子，同样的在孩子成长和学习的过程中间，快乐自然会伴随的，这个不可以变成父母对孩子的要求。凡是这样的要求的人都是在败兴，都是反向形成。所以换一句话说，可能这些父母的内心未必觉得他们的孩子是可以快乐，或者甚至有可能他们自己在儿童期或青春期不是特别快乐，所以他会要求他的孩子快乐来掩饰他内心的东西。是，他们说要求孩子快乐这个本身就是在反向形成。他们内心里面体会到的是，如果孩子竟然在没有我协助的情况下，跟我没关系的情况下竟然可以快乐的话，这个会让我觉得被严重的抛弃了。所以他们把孩子的快乐跟自己的要求绑在一起。所以看起来他是要放手不做控制，而实际上反向形成的是他内心是还是希望控制孩子。是的，还是希望去能够为孩子去清扫各种各样的道路或者各种各样的事情。是这样子的。所以我听说现在有两种不同类型的父母，一种叫直升机型的父母，就是当孩子有困难的时候，他们会空降过来把孩子给解救出困境。现在呢，比直升机更严重的叫割草机，就是他们直接站在孩子的前面，像割草一样把前面的路所有的杂草全都去除，让孩子在这个路上可以走得非常非常的顺利。这可能在内心他们也有一些反向形成的东西吧，就在用过度的爱在表达对孩子的过度的恨。这种恨就是如果我们打个比方，这相当于把孩子割草的能力全部都杀死了。孩子如果缺乏某种能力，我们可以肯定的说是父母亲不希望他有这个能力。比如说孩子在结婚前后都还是不会做饭，这表示他父母亲一定在早年的时候就没有让他做过饭。其他的能力也是一样的，比如一个孩子他如果缺乏起码的交际的能力，有可能是潜意识里面
父母亲会认为你如果跟别人玩得太好的话就会抛弃我们，所以我们要让你不要具备跟别人打交道的能力。这样的例子实在是太多了，很多孩子会跟我们说，我们小时候的所有的生活就是学习，在别的孩子在外面跟别的孩子玩的时候，我们在家里学习，然后在以后进入社会的时候就缺乏起码的跟人打交道的能力。嗯，所以其实在这种情形下，那如果我们放到一些婚姻这当中的关系，当这个妻子和丈夫在很多相处的时候，有没有一些比较有意思的反向形成的例子？比如说我表面上说我要给你各种各样的自由啊，婚后我们互相不来做干涉，是不是倡导的越多，他可能心里面是越有不安全感，越想要去控制他的另外这一半的人？完全有可能，就是嘴巴上说的和具体做的可以非常非常的不一样。但是夫妻之间的反向形成的例子，我更愿意说夫妻总是吵架的这种情况。夫妻之间有很多的冲突，然后实际上是因为互相非常的需要，他们因为害怕过度的紧密而导致两个人的边界的丧失，所以他们通过冲突来维持一个起码的让每个人都感到自己是一个独立的人的边界。这是反向形成，这个是反向形成。所以如果反过来这么说的话，是不是也有一些夫妻无意识的，因为我们经常会看到现在80后的一些小夫妻有的时候会两个人黏得非常非常厉害。那这如果这是一种反向的形成的话，他们在别人面前表示出越亲密越和谐，有可能他们在内心是越有一些想要去掩盖的对另外一个人的不满或者是什么。这个涉及到也许一个我们做分析的一个基本的原则，就是我们尽量不分析美好，因为它呈现的是美好，如果我们分析了之后可能会破坏他们之间的美好。对，我们只分析糟糕的东西，因为分析是有结构的作用的，就是改变它原来的结构。如果不好的东西被我们分析之后，它会可能变得好一点，而如果是已经美好的东西，我们就不分析它了。反向形成是一个很好玩的防御机制，有时候用来分析一下自己，也可以起到一些娱乐效果，但是更多的是分析完了之后还是有一点那个抑郁啊，就是更多的看起来自己。给大家讲两个我自己的例子。一个呢，就是我听到有一些朋友跟我说，别人好多人在后面都说我好话，好像没听到过有人说我坏话。我听到这个反馈之后呢，大吃一惊。因为如果这个是事实的话，这是典型的反向形成。那个意思就是，我的人格已经弱小到了不能够忍受任何人后面说一句坏话的程度。所以表面上别人不说坏话，表示我人际关系很好，但是实际上是我可能在持续的使用反向形成的方式来掩盖我对他人的敌意。换一句话说，你没有把自己另外一面显示出来给别人，比如说愤怒啊，那个等等等等。当然，在对自己做了这样的分析的之后，还需要安抚一下自己，就是也可能我有一部分已经到了不太计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输赢的那个程度了，或者说不太有太多的对他人的行为不能容忍那种程度了。但是我估计反向形成的味道还是更重一点。还有另外一个例子，就是我的一个男性朋友，我们在一起已经有20-30年的工作关系了。有一次他喝了酒之后对我拍了桌子，他骂我说，我跟你打交道这么长时间，经常跟你发生争论，但是没有赢过你一回。这个给人的第一感觉就是我非常的强大，以至于我从来都不会输。但是第二感觉就完全变成了另外一种东西，就是反向形成。那个意思就是说，我的人格已经弱小到
不能够忍受哪怕一次在酒桌上面的争论，而这种小的事情我都让自己取得决定性的或者是全面的胜利，这表示我的人格没有办法承受任何一点点的失败。这个觉察让我觉得有点那个痛苦。嗯，好，如果你来看你爸爸，你觉得他身上还有哪些反向形成的例子？那或者你思考一下，你女儿这边你有过什么反馈或者什么信息，让你在思考你对她的关系当中有哪些反向形成的例子？最近好，我觉得你跟爸爸之间也有一个反向形成的例子，就是你明明想跟爸爸很亲近，但是有时候表现出对爸爸的坚决的拒绝。比如说这次暑假让你出来玩，你实际上是想出来玩的，对不对？但是你告诉我说你的暑假是你的，不可以用来陪我。我的原话绝对不是这个样子，我只是想说我不想再住各种各样的宾馆。这个是反向形成吗？啊，当然我也很宅，所以是。所以是。嗯。但是我看得出来，你跟着我到处走的时候很高兴，然后对不同的酒店的不同的房子的形状也很感兴趣，对不同的沙发也很感兴趣，对不同的地板也很感兴趣，对，对不同的水龙头和淋浴设备也很感兴趣。那个没有，反向形成，反向形成，对，反向形成。你还有一个反向形成的地方，就是，你总说你不喜欢男孩。这个一定要搞搞清楚的。你的意思是？但是你跟我谈论的最多的是你们班上的男孩。都一样，都一样。男女都一样。好，还有。都一样。他已经去三个了，你要快点起了。我们变得是还去允许脸红。没问题。还有，你想说什么说什么？你总说你是小伙子，是男的。但是实际上，这个是有原因的，这是有原因的。这个是可以说到一些故事的，一些故事。嗯，反正不管怎么样，我看到的平面的你是嘴巴上说希望自己是个男孩，但是你做女孩也做得很好。比如说，这样让我要听故事。这样的话，让我身上的男孩的特质和女孩特质都很和谐，都很和谐。嗯嗯，那你到底希望自己是女孩还是男孩？不在乎。嗯，那非要选，那是过分在乎的意思吗？不是，都一样。嗯，刚才这一幕大家看到了，就是要一个人立即觉察到自己是怎么样在反向形成的，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反过来的那个部分可能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所以它一直在潜意识这个层面。如果你觉得爸爸一声爸爸，刚才宗老师说的老师爸爸老师，这差不多的。如果你觉得刚才我那样子做稍微猛了一点 ，I'm sorry。当然，这是应该的。你上道歉的。你有不过有一点，我说你有什么觉得你爸爸对你有一些反向形成的部分？有没有可能他对你没什么太大的要求？就是让我先苦后，让我先苦后甜，做作业。这个跟反向形成没关系。这个事情看可以。这是战略。战略。思路。啊，思路，对。思路。还有什么例子？你跟一个思路很清楚的人在一起待了很多天之后，你果然变得更加有思路了。这个叫认同。哦，当然我那么下你也应该是认同而不是遗传。嗯，是的，我们不谈遗传。还有一个我们之间的反向形成的例子，就是我刚才已经说过我的人际关系非常好，但是在你在小学的某一个阶段的时候，谣传说你人际关系不好。我觉得这是反向形成，而且我觉得很内疚。为什么呢？因为你可能代表我在实施对他人的攻击。比如说你跟我在一起的时候看见我对别人很客气，
但是你可能感觉到我潜意识里面对别人的敌意，然后你就代表我攻击别人。啊，是个恨，非常有恨。所以如果照这个思路去往下走，可能我们的家庭当中有的时候是孩子或者是父母在代表其他的一方行使他们没有讲出来的一些潜意识上的事情。是的，孩子代表父母表达攻击性，孩子代表父母堕落，孩子代表父母无能，或者是孩子代表父母生各种各样的病，这些病可以是身体方面的疾病，有好多心身疾病，这个我们会专门花时间来讲。还有就是各种各样的抑郁啊、强迫啊等等神经症或者人格障碍之类的疾病。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父母跟孩子是互为表里。或者换一句话说，我们在孩子身上能察觉到我们自己一直试图去压抑或者不愿意做表现的你。是的，也就是说，孩子有可能完全是父母的潜意识的直接呈现，但是要理解这个呈现，没有精神分析器是不行的。我知道精神分析的有些话说出来，乍一听啊，有点胡说八道，绝对荒唐那种感觉。但是精神分析是一门外语，就像有人说英语，你如果没有学过英语，你会觉得他说的完全是没有意义的东西一样的。我们刚才说的那些东西，如果没有精神分析垫底子的话，也会被认为是胡说八道，甚至是完全的没有意义。嗯，所以你除了代表你爸爸去在小学时候攻击过别人，你还有什么其他的行为吗？全都归到他头上。我刚才想，如果我能够在人际关系中间适当的表达一下我的攻击性的话，你对他人的友善会增多。现在已经比较友善了。嗯，那我继续努力，继续该攻击的就攻击。好。我突然想到一个，小学一二年级的时候，比如说我替语文听写拿个满分，然后你装模作样的板凳里就说不准考一本，不准考一本，考一本我跟你急，考八九十也可以了。嗯，是的，而且在我们家里好像也有点反向形成，你经常为你学习的事情来训我，你训我的例子就是。爸爸，你知不知道学习很重要？这个关系到以后找工作，以后什么什么的。我们错位了。对，我们这个叫人际关系之间的反向形成。这有没有可能是代表说，你在某种情形下，实际上是觉得一些外在的成绩或成就是很重要的，但也许你和别人的表达过程当中，你没有觉得这个非常重要，所以这些潜意识就跑到他身上。是的，嗯。你刚才的话说回来就是，我是貌似潇洒，然后实际上内心里面在学习上面是很紧的，然后曾立好就变成了在学习上面非常紧的人。你是我见到过的最把学习当回事的女孩。嗯，不一定，还有你。你已经举了两个非常好的例子，再来一个。两个。两个。一个被你老爸否定了，一个他肯定了。还有一个自己好关于你的反向形成的例子，就是你希望自己变得更加自由。实际上我说这句话的时候，我就已经被这句话限制了。对，这个我在那篇文章里面，你在你的认知里面写过的，就是我们在过度的强调我拥有自由的时候，实际上是内心里面没有太多的自由，或者对自由的感觉不够强烈。可以这样说。实际上我们有可能本来就是自由的，在我们强调自由的时候，不是对我们的自由的状态说的，而是对自我限定说的。那如果把你和你女儿来做比较，你觉得你们两个人谁可能更自由一点？当然我现在更自由一点，为什么呢？我现在除了被摄影师虐待之外，我没有被老师虐待，也没有被整个教育体制虐待。而且我现在做这样的工作，就是做拍摄，把精神分析的课程网络化，这个也是我自愿的，因为这个可以让我腾出的更多的时间来享受生活，而不是被生活或者被工作玩弄。我也同样感觉到你很自由，自由到你经常忘记了你是我爹，而是其他角色，所你在嫉妒吗？没有。哦，有。
还在认真，还在认真。你刚才为什么对不起要说 I'm sorry？ 为什么要说英文？嗯，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嗯，因为当时我的确是有内疚感啊，对你使用了那么猛烈的精神分析的技术，然后我觉得对你是一种攻击，然后我想通过说对不起来缓解一下自己的内疚感，但是呢，当时那一瞬间要我直接面对我的强大的内疚感，好像有点顶不住，所以我使用一门我不熟悉的语言，或者说不是母语的那个语言来表达，这是典型的情感隔离，我们在这个之前谈到过的。不过我也有一个问题要问你，为什么最近几个月你不是叫我曾老师就是叫我曾叔叔？嗯，也有情感做隔离吗？对，也有，绝对有。然后因为刚才说过你非常向往自由，以至于你经常忘了你是我也这个事实，对不对？嗯，好，你接着说吧。对不对？对不对？嗯，不对，我永远都记得我是你爹。嗯，但有可能你给到他感觉上让他觉得，但是事实上我跟你在一起的时间实在的确是太短了一点，因为我到处那个流窜，没事，但是讲课，但是我们都可以看出，虽然我和我妈待的时间比我跟你待的时间要长，但是我还是跟着你，是这样子，嗯。所以你应该感到高兴，对不对？当然了，你既然认同我，让我觉得非常的高兴，至少是让我觉得很安全，不需要去做亲子鉴定就知道你确定的是我女儿。你是说吧？嗯，应该是的。这个回答很棒，首先他不确定，他足够不确定。在一个封闭的装置的国家里面，人民会显得非常的爱国。具体的例子就不用举了。我们现在知道这是法线形成，因为他们对这个国家的专制的封建的统治者有很多的愤怒，但是这些东西表达出来之后呢，会引起很多现实的麻烦，所以他们表现出来的就是法线形成，就是那种狂热的爱国主义。但是在一个开放的国家，比如说像我们国家现在的这种状态啊，我们不需要表现出非常极端的爱国主义，而只是平静的在这个国家生活工作，就足以表现出我们对这个国家的热爱了。另外一些国家，另外这个地区上的某几个国家，他们表现出的那种极端的爱国主义现象，实际上是反向形成，也就是说他们有很多的对当局的愤怒没办法表达。提到爱国，我就想到我6年级的时候开始学日语，然后非常多反正有几个同学非常强烈的都说叛徒叛徒，这个是不是反向形成？这个是对日语的反向形成还是对爱国的反向形成？爱国，对爱国的反向形成。爱国，我同意。好像有一些人啊，他们已经反向形成到这种情况，就是必须要恨一群人才能够显得自己更爱这一群人。对，这可以制造很多的国家与国家之间、文化与文化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冲突。我们如果能够更好地理解这种状态的话，以后世界和平的可能性就要大一些。我们都向往世界和平，但是仅仅是向往是没有用的，我们还要具备有能力推进世界和平的人格特征。这个世界如果是都是由不那么反向形成、不那么虚伪的人组成的话，和平的机会就要大得多得多。所以换一句话说，反向形成是和你内心是否足够强大有关，有非常大的关系。因为如果我的内心、我的人格足够强大的话，我就能够承受很多东西。比如说一个顺利的过了青春期的男孩，他能够面对自己对女孩的喜欢，而一个对自己愿望
不能够太好接受的人，他可能就会用反向形成的方式来攻击女孩子。嗯，或者换一句话说，内心强大是和自己能不能接受完全不同的原来不认识的他自己会有关。是的，就好像说在青春期的时候，他可能不认为喜欢一个女孩子是男孩子应该做的事情，男孩子应该去做什么什么。嗯，但他突然发现他有这样子的情形存在，他会觉得这不太像他自己，然后他会去做一些反向的事情。是这样子的。嗯，还有一个反向竞争的大规模的例子，就是把很多的问题道德化。嗯，有一些事情是跟能力、跟这个人的眼界、跟这个人的人格发展的状态有关系的事情，都被道德化。这个实际上也是反向形成，意思就是把一切问题都道德化的人，他们内心里面有很多的想冲破道德边界的愿望，他们不能看到这一点，所以他们就过度钳制，或者通过批评别人来获得他自己心理上的一种高度或者是新的定位。嗯，通过把自己置于道德的最高平台上面，把很多的东西都绑架道德规则，用这种方式来享受道德上的优越感。但是我们一看，他们潜意识这个层面是有很多的男盗女娼的。嗯，所以如果我们去看的话，其实在教育这个体制里面发生了很多的事情和反向形成是相关的，非常鼓励大家好好的学习，但其实可能教育系统里面可能他已经有50年左右没有他自己去学习过什么新的东西。是，另外还有一个跟反向形成有关的，就是有一些人过度的追求平等或者是公平。这些人他们之所以如此过度的追求公平，是因为他们没有在不规则的或者不公平的环境中间获得利益。嗯，如果他们是不公平的环境中间获利的那一方的话，他们不会说要那么过度的追求公平。有一句针对年轻人的箴言说，我们一个成熟的人格应该是首先相信这个世界上本来就是不公平的。过度追求公平实际上是想自己成为不公平的规则那一边有利的那一方。嗯，这是也是典型的反向形成。我们如果观察小孩的成长啊，在小孩很小的时候，他们追求快乐原则，他们会要求自己获得远远高于其他孩子的优越性。但是在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呢，他们在青春期的时候又可能会过度的要求公平，这实际上是对小时候要求自己所有的方面都比别人优越的反向形成。但是你刚才提到一点，在上一次谈话的时候，我们其实已经有所做觉察，就是我们每个人去觉察我们内心是否有自己不清楚的那些所谓的阴暗面的时候，有些人是不愿意去做面对的。那么当你在和一些人开始有面质的时候，遇到了这样的一些情形，他们没意识到自己有反向形成的东西，但是你和他做面质，他还是没有办法去面对的时候，你通常会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帮助他去做更深入的了解？我可以再做努力，然后就等待。等待。嗯，我的有一个学生在面对你刚才说的这种状况的时候，提了一个原则，就是努力努力努力算了。在我们尽了我们的最大的努力之后，我们就需要的就是等待。所以我们没有义务让对方来意识到这一点。我们有义务，特别是在对方交了费的这种情况下，我们有义务让别人明白。但是如果他的阻抗太大，也是有他的道理的。这是需要被尊重的地方。改变一个人是我们的理想的状态，如果这个人不改变的话，我们选择接纳。也许接纳能够导致他更大的改变。这个也涉及到一个反向形成。治疗师
过度的用力改变这个来访者，看起来好像是过度的为这个来访者好，但是实际上可能是为了满足自己的自恋，因为来访者的不改变会让自己自恋受伤。还有一个反向形成的意思，就是我们在临床中间看到很多的强烈的要求改变自己，甚至改变到脱胎换骨的程度的来访者，但是我们如果真正的跟这种人一起工作的时候，会发现他们对抗改变的力量非常的强大，那么我们就可以认为他要求自己改变本身就是反向形成，或者说过度的要求自己改变本身就是反向形成。对，严重的时候呢，过度的要求自己改变实际上是对自己施虐。对，我以前碰到过一些人，经常去遇到各种各样的事情，会去寻求周围所有人的意见想法，他认为他是在征求所有人的意见和选择，但实际上他还是按照完全他自己已经设定好的方式来做。是的，这是不是一种所谓也是方向形成。我们在生活里面同样也看到很多人，他们显得特别有主见，任何人的意见都听不进去，这些人的人格实际上是非常弱小，他们的人格层面实际上是没有主见的，所以他们用显得很有主见来保护他们脆弱的自我。另外一些人呢，他们是那种无可无不可的状态，好像你随便说什么都是可以的，但是这种人真的是有非常强大的人格，所以他内心的原则实际上是很清楚的。对，然后涉及到原则呢，也有一系列的防线形成。那种口口声声要坚持原则的人，实际上他们内心里面有强烈的破坏原则的冲动，但是那些不把原则挂在嘴边上的人，如果我们跟他打交道的话，会发现这些人真正的有底线。所以实际上反向形成是我们去觉察自己和他人一个很好的机会，就是不要太多的用一个人的言语和行动去判断一个人是什么，可能背后他有很多更深层次的原因。是的，总的来说，你刚才说的意思可以归纳成一句话，就是与其说语言是用来表达什么东西的，倒不如说语言是用来掩盖什么东西的。而我们现在谈论的这门学问，就是专门研究一个人怎么样掩盖他真实的自己。掩盖，比如说你刚刚的 I'm sorry。 对，那是掩盖，那是隔离。然后很多人在说我没有什么的时候，反问就是很多人在说自己是什么的时候，他的潜意识实际上在跟我们说，你别相信我刚才说的是假话。但是我们需要强调一下，这不是意识层面的，这是他们潜意识层面的。如果用通俗的语言来说，就是不自觉地干的这样的一些事情。从这一点上来说，精神分析跟佛教的目标一致，就是让所有的不自觉的东西变成自觉，让我们不能够觉察的东西变成我们可以觉察的东西，让我们潜意识的东西变成意识的。这个可以极大的扩展一个人对自己、对生活、对他人的觉察，而这个直接可以提高我们的品质，因为活着一辈子就是一个觉察的范围和程度的过程。我们越把我们觉察的范围弄得越大，觉察的内容越清晰，我们的生活的品质就越高。